来臭弟们，几天不见，甚是想念，点赞加关注，下次恰饭不迷路，祝点赞各位一夜暴富啊。那么这个广受各位酱友们好评的熔岩柱版本啊，终于在国服上线了。这天迟迟没有更新的原因就是我根本就打不到素材啊，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哪怕你开个小奥粉，在没有出四件套之前啊，都可以把人类按在地上摩擦，这回真的是僵尸太强了，兄弟们，见你血辱，见你血辱。而且这次开始啊，很多手点图啊是再也玩不了了，像玫瑰的卧室啊，从第三把开始啊就要被这个熔岩柱给塞满了呢。啊，咱们在玩游击图啊，现在 What the f-一枪都不顶，一枪都不顶，你们就怎样种队友啊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自从有了熔岩柱之后啊，玩僵尸再也不用做了，对吧？啊，那后面熔岩柱滚雪球就完事啊，人类肯定是要臭的啊，毕竟人类那个回血那个技能啊是有那个 CD 冷却的啊，但是僵尸就不一样啊，只要死一次之后又可以放一个柱子啊，以至于到后面对吧，有十个甚至九个柱子贴在一起啊，人类活不过一秒钟啊，立马就臭啊。它这个柱子的叠加的话是没有上限的啊，可以无限叠加啊，就比如说同一个区域内有十根甚至九根柱子啊。我昨天玩了一把啊，五千血的英雄落地瞬间就死啊，落地成盒，堪比曾经的老接触感染啊，有那味儿啊，兄弟。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，我个人还是非常讨厌这傻逼熔岩柱子啊，非常讨厌，讨厌至极啊。我怎么第二把进来就您一倍了，外面就跟抓一个人，操，他也是母体，哎呀！咱们先把柱子给扔出去啊！毕竟是第一件事情啊，先扔柱子，再开技能。要话咱们只是一个水泥工啊，有点难受，不太好抓。但是话，咱们这个熔岩柱子要滚雪球滚起来啊，人类是要臭的啊！好，咱们先扔柱子，把他们给逮住。咱们有二段的话，还是可以抓一下的啊。哦，感谢老哥把我打远远啊！哎呀，上面有很多的 bot 啊，来一个。一个两个三个，哎，咱们顺着抓，快一些，2.0到手 ，very nice。恢复强化也来，兄弟们，哎，这把有点狗头，这把有点狗头啊。现在这个版本啊，生命补液和恢复强化是 T0级别的技能啊，有没有补液啊？高于其他一切技能，对吧？高于阴书出现，高于致命一击，高于快击啊。到后期怎么死的不知道，哇，抓个憨憨。好，咱们去送一条命，送一条命啊。然后咱们这个叫什么？可以选斑比啊，现在。快告诉我，告诉我啊！来人，告诉你啊，告诉你。这把的话，我先赌恢复强化2.0，但是我又怕把快切搞没了，那、啊、还是不赌了，不赌了，不赌了。咱们这把把稳一点，把稳一点啊！咱们选个小斑比，会偷他们的 S 啊！来，你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 ，I'm fucking coming！ 哎，一个 S， 又是一个嘟，哎、他妈无双开这么快，他妈无双，无双，无双。我的血压有那么一点点飙升啊，不过咱们这把成功骗出了很多人的无双，他们下波必死，知道吧？你们必死，那没有无双了，你必死啊！你给我等着，你给我等着 ，I'm fucking come back。该死的战术墨镜啊！咱们先扔柱子，再隐身摸一个，看看臭娜娜啊！咱们顺着摸，顺着摸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我操，抓麻这把兄弟们太顺啊！蹲着死，笑十秒，等你笑够了，复活都已经抓完了。我真的是他们人质本里面复活啊，那没事了，你算个就近复活吧，复在下面。那么还剩一个载种啊，貌似是个阴书啊，在玩关刀啊，这个版本还敢玩关刀，没死过是吧？啊，咱们先扔柱子，咱们先扔柱子，待住。啊，瘫软在地，这把是11K 感染 MVP， 我怎么是 MVP as usual？ 那这话咱们继续打这个条子啊，打条子，打六级 F 啊，因为咱们是第五局进来的，我们可能够不到四件套，但咱们这个六级 F 肯定可以拿狙啊。像咱们刚才还有快七啊，可以来一剪连，一剪连。哎，好，咱们去放个这个叫什么扩建啊？我现在除了一级玩那些武器没有换吸血以外啊，所有武器全部换吸血啊。X45换吸血，X7换吸血，吹风机换吸血，雷狱换吸血啊！任何武器都要换吸血，不然的话根本就玩不下去。我可以大胆预测一波啊，下次拍卖会啊，六吸血的价格会成为仅次于六宫的存在啊！你信不信？哎，移速什么都是地中之地啊，没有人会拍的。我操，抓的有点快，这把人是，我操，抓这么快，我他妈干脆的X45。你妈的，兄弟们啊，什么叫地狱绘图啊？这一路上有十个甚至九个柱子啊，动都动不了，我操，
然后你减速，僵尸还加血啊！这波属实是僵尸还是太强了一点啊！建议削弱，建议削弱吧啊！受不了了。那咱们这把话刚好20级啊，给你们来演示一下啊，本次赛季的最终悬赏武器啊，那把无双 AOG 啊，红心之王 King of Heart 啊，这把武器的话还是挺有意思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它的话，你可以理解为就是那个壁垒 NG7 的强化版啊。它的话可以挡兽奴，挡恶魔正枪，挡女妖的蝙蝠，挡大飞的鬼手，甚至还可以阻挡僵尸。但是它硬伤就是在于啊，它这个距离非常短啊，只有4米的距离，而且它那个范围也不是特别大。右键消耗40发可以打出一次充能啊，然后放出这个3个红心小人来帮你阻挡僵尸啊。它的话充能上限是80发啊，可以放两，可以放六个小人吧，放六个小人啊。但话它这个距离的话是硬伤啊，只有4米的距离啊。它的话现在右键伤害很高的啊，爆发力很强。哎，咱们躲这个小人的后面啊。保护我，保护我，保护我！我操！得住！好，兄弟们 ，KVB 啊，你给一句死吧你！哎，舒服，再砍，我们再砍，操，没了。这武器还挺有意思的，它最起码不恶心僵尸啊，而且可玩性很高啊，不像疾风那玩意啊，就主打两个字：恶心，非常的恶心。这话咱们插一个一个先行者啊，还暂时起不了敌啊，就像我说的，晚进房有晚进房的好处，咱们这个六级 F 是可以拿到，对吧？哎，不是拿三套的话，拿个巨大的暗灵兽是没问题的。但这把话咱们还继续玩这个红心之王啊，我觉得这把枪太有意思了，太好玩这把枪了。哎 ，King of Heart， 好感知到啊，是哪个削逼崽子啊？快跟我比划比划啊！我操，我操，好来，我的红心护卫啊，抽你的 ass， 抽你的菊花啊 ，stick my finger in your ass。我操！我操！吓我一跳的！来来，别住！哎，背弹 ，very nice。这把武器和94 scar 是一样的啊，非常需要这种弹夹类技能啊，像什么弹夹扩容啊、背弹什么的啊，都给我来一点啊！啊，别急，咱们要稳住，稳住啊！召唤咱们的王国护卫啊 ，King of Heart。我操 ！F1 暴躁老哥啊！好，别急别急 ，F1 倒下啊！你也不行嘛，这个憨憨玄魁。然后再下次改版的话，就僵尸就没有 F1 这玩意了，就是僵尸加看血。一级 F1 的话加的是生命值的上限啊，二级 F1 的话加的是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复活的时间还是技能冷却的时间啊。三级 F1 的话不是复活成人类啊，是整体抗性大幅提升啊。换到什么程度呢？钢琴的那个右键弹不飞僵尸，按理说右键也推不动僵尸啊，就这么离谱。哎，到时候选个大飞无脑走进去完事儿，无敌大飞把你砍死，无敌朋友。好，五 K 带杀特杀，咱们这 F 的话快保不住了。说实话，我不敢起狙，知道吧？我怕起狙之后立马就臭了。第九局的熔岩柱啊，他就是探一下这4-500的血，知道吧？然后他选的话是8000滴血啊，8000滴血往上走。他柱子的话是每过一局加1000的血啊，到第八局的话就是8000滴血啊，到后面的话就不再加了。我操，这个复活点有点激烈啊，咱们这 F 交了吧，再标的话没了。我把子弹打完，咱把子弹打完啊！然后放那个小人出来保护一下咱们。啊，起狙起狙起！哇操，老子要抽了，老子要抽了！我上一膝盖，他妈的柱子是帮我清一下呀，对吧？你不清，我不清，大伙儿一起抽就完事了啊！来 headshot， 操，怎么连锁不了认识？来，兄弟们一点连一，全是这逼柱子呀！快点清柱子呀！清柱子，清柱子，清柱子！看这复活点真的是，往后走，往后走！他妈，哇操！不掩护，掩护，掩护！他妈干起了狙啊，走走不了，走都走不了！掩护，掩护，掩护！啊，所以说这把不该起狙真的是啊！我操，连锁，连锁，一剑连，一剑连，一剑连啊！连起来了呢！再来一千，再来一千，一剑连，一剑！哎，操他妈全击把这柱子，老子要臭了！哎呀，根本就玩不了一点。你看这后面啊，10个甚至9个柱子，寸步难行。你看这英雄啊，你看这英雄还敢玩炮刀，还敢玩炮刀，没死过是吧？瘫软在地吧你。哎，说实话，很多玩家他们不能发声啊，我来替你发声啊。熔岩柱他妈纯傻逼东西，知道吧？纯傻逼东西，我就不知道是他妈哪儿的管兽好评啊，哪儿的管兽好评啊？谁给的好评啊？你路易斯去的妈给的是吧？啊，在阴曹地府给的好评是吧？明明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改善生活级的游戏品质，比如做点新技能，对吧？做个新僵尸，或者你削弱上英雄的血量啊，我都不说什么；或者改一下武器等级，我都不说什么。你他妈加个这么傻逼熔岩柱啊！哎，我多的不说，很多手点图我他妈再也玩不了。像玫瑰对吧？圣托，啊，
这么粗，我再也玩不了，根本就守不了一点，立马就撤。后期你玩线套啊，要么当个老飞行员，要么拿超兽啊。对，这个版本的超兽是非常牛逼的一把武器，解控非常的关键，尤其是大超兽啊，它可以持续解控，非常的牛逼啊。还敢玩白动的就纯属小丑了，这就很有意思了。我来跟你们回顾一下，去年的六月份啊，它是不是复刻返场的一波推动啊？同时可以免费升级白动，对吧？哎，然后去年一整年它没有加入熔岩柱这东西，然后传奇武器的保质期就是一年，对吧？半子立马加入熔岩柱了，刚好这个暑期传奇也快来了，他怕你不买战啊，继续玩你的白动啊，哎，用这个熔岩柱来恶心你。我可以断定啊，新的传奇副武器啊，它一定带解控的效果，让你在这地狱般的熔岩柱海洋里面爬呀爬呀爬。那么以上纯属个人猜测，如有巧合，那么赵明准的妈就没了啊，太难看着吃相，知道吧？他怕你不充钱啊，就搞这么些来恶心你，对吧？要想有体验，要想来一 v 三十一啊，给我充新传奇去啊，逼着你去充新传奇，逼着你充钱啊，然后把这生化贼给搞死。而且他们眼里面看到的还是四件套玩家，像什么平民玩家啊，我只是那种拿着什么天龙啊，对吧，狗神虎啊，那种什么南瓜和蓝红妹啊，他们就不用玩了，他们就不是玩家啊，他们只是氪佬的体验而已。
天使的制裁给我逮住啊！好，他们再打波圈，打波圈，打一波圈，再来一波惊魂冲刺，把柱子全部给清理干净。我操！我操！不是枪，不是枪，一些一个一个，你妈真是正这么准！操！他杀了53，肯定是十点血亏啊！妈的！